为深高看世界，看见新深高，嘴子面顶的深高。闪啦！欢迎收听《秘密之一》，我爱深沟。大家午安，欢迎在10月29农历九月二九这一天，同款伫拜六中昼的时收听《我爱深沟》，我是会晓讲台语就讲台语，不晓讲台语就讲华语的林大美。节目一开始的深沟新闻报道会刷到节目最后才播送。反正呢，这是一个加里梅大人的电台，欢喜要安怎搬就安怎搬。而且今日的节目完全是伫咧一间砖卡老厝内面完成录音的哦，因为这间老厝内面当伫咧进行真罕你看到的活动——竹编课、德工艺。一般咱若要看到这种有师傅伫咧教，佮有农家主妇、主妇伫编定拿的画面。有可能哦，干那会当伫博物馆或者是文化园区才看会到。不过，深沟村的怪咖这么多，我家就是博物馆。有一位青年小龙叫做冠霖，一位台北请来一位德编的老师，专工要来教小龙这项德工艺。今仔日是因第二摆上课，听讲这是一个血淋淋的教室。台语安怎讲较好咧？就是肝甲血撮撮滴的教室。大美来到现场，发现大家想要点的，不是手艺，是空嘴。割边的不是竹，是伤痕呐、啊。因为机会太难得，所以把握时间来采访老师甲学生的心情，而且嘛要偷偷啊进行一个任务。邱冠霖同学要征婚。无唔对。一位真有心伫咧深沟村学做田，佮真想要保存农村文化的优质青年冠霖，今年25岁，也袂娶，身高超过180公分，到底是几公分啦？目测大概有185吧。资料这么随便，还想帮人家征婚？什么随便？你爱认真听节目啊！学竹编的同学拢有讲到冠霖这个人的特色啊，欢迎大家听了哦。若是有兴趣，会当向大美来联络，进一步为恁安排相亲的约会哦。究竟竹编课与征婚行动能不能一减二个蒙拉减四口呢？首先要请冠霖伫咧唔知影去予大米出卖情形，真正式来解说为什么要伫咧农村举办竹编课程咧？这个竹编课是你引进的？对啊。为什么会有这个竹编课？那时候我室友就是有那个竹笼子，我就问他说那个一个多少钱，然后就说他说一个很贵的价钱吧，你又说多少？1000多，说哦怎么这么贵？然后就说我有朋友在编竹子。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想要来学，然后刚好有一次，然后阿雅是我那个竹编的朋友，他就来宜兰玩吧，然后就顺路过来找我，我就问他说你想不想来这边开课，然后认识一下大家，他说好啊，感觉这边蛮好玩的，所以他就这样促成了这一次。只是觉得竹编编起来看起来很贵，跟自己想去编好像也不一定会。因为阿雅跟我说过，他们老师阿雅已经学快10年了，然后他老师就是那种。很老的师傅，他老是跟他说过，以前这些事情也是农民会做的事情。那比如说，那我们这样回来当新农民，或许这也是一个做一种文化接班的概念。我是有这样的想法，好像是可以来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那就是好像就那就来试试看啊。对啊。那已经是第二堂课，有没有感觉大家学的过程很艰难的部分？很艰难的部分。怎么受伤啊？哇塞，现在要秀出伤口的样子。所以你说艰难就是一直受伤嘛？还蛮容易受伤的，我觉得就是还不熟的话，还不熟悉那个怎么用使用工具的话，还蛮容易受伤的。有时候看 Over 都没什么事，让我有点。你这样诅咒他，我怕他待会就出事。不过我觉得他都不会出什么事。总共这堂课的那个设计，你可不可以说一下？总共有8堂课，一堂课就是。8个小时，所以要总共要上8天，然后从最基本的从竹材的处理，然后一直到开始编这样开始，然后他如果阿雅弟在外面上的话，可能就是他会拿现成的竹材继续开始直接做教你怎么编，
然后也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有共识，就是好像应该来开小农的课，应该要从最基本的开始。你理想中你想做的作品是什么物件？我自己没有什么理想的作品，我是只是想要了解这件事情是怎么发展，或是这个传统工艺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它会没落，然后它遇到了什么事情。上次我跟阿雅去拿竹子的时候，就发现其实竹子真的不好找，因为我们要自己去找竹材，然后在宜兰这边都找不太到，就是而且它又是拿特定的竹材，不是说每一种竹子都可以做，所以特定的贵竹，那贵竹宜兰这边我还没看到，应该是我们认识的人太少，所以这就是从台北扛回来的。对啊，从台北，他到台北那边，他说量其实也不大，就是很不稳定，因为竹农也是跟就是农业都一样嘛，都没有人，或者是都人家都老了，他可能也没办法做这些事情。然后也有说他买这些工具的那些师傅，有些都中风就不做，然后就买不到工具了，然后可能要开始自己做，或是也找不到年轻人的。哇，这真的就是一个很有趣，就是一个缩影啊，对啊。所以你觉得他刚好跟农村生活是密切相关的，你很快的自己就觉得很想在自己务农的生活里面 也结合这个老技艺就对了。我也没有这样想，我只是觉得想要看看这个产业发生什么事，就是有个概对这件事情有个概念，或是他对整个农村的凋零到底对这些事情有什么影响，或是整个农业的环境的改变。像是一般的这种竹家具，他说一个都很贵，而且全手工，也不可能机械做，应该说在编这个都是有弧度有曲线，机械不能做这些事。那可是现在我们有这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那其实工厂不太可能会做这种事情，那就是那这些技艺会跑到哪里去，这还蛮好奇的地方。对，所以其实你自己说跟深沟村结合没有，我还是觉得就还蛮就是觉得自己想要了解这件事情到底会怎么发展。对，说得好啊，怎么发展呢？事情的发展绝对不是我们戆人所想的那么简单，所以来大米真细致偷偷走到这位德边老师看起来真有煞气的阿雅老师的身躯边。老师，我可以一边跟你聊天吗？还是你要先指导？可以啊，台语哦。老师，你台语这有气势的说。我就台语人啊。啊，竹编这个课台语怎么说？就是德工艺啊。德工艺。我们就是，现在在处理这德米亚，德米亚就是竹篾。就是这一片一片，咱要甲变做笼啊，还是篮啊？啊，一定爱贵着。贵着是咱台湾即卖上好用的竹啊，啊，贵着嘛是在全世界吼，算是伊的韧性甲伊的抗弯强度是上强的竹啊，所以伊足好做的。嘿，老师，请问你做德工艺这学习安尼，为一开始甲当几年啊？到即马差不多六年呀，啊，中嘛是有断气安尼。为什么会断气？因为我咧上班呐、啊，做这做了时间的呀、啊，系啊，嘛敢那放假的时阵会当做。我较早是拢咧上班呐、啊，系啊 ，nine to five。不过应该是无可能靠这卫生对吧？无，我本来即马就是靠这卫生。所以靠家这卫生，嗯，对，就是我设计做做课程、课程，嘿，啊，某迄种体验的课，就是因较唔免处理材料的课，啊，迄种课就是一般人个会当接受安尼啦，所以我个开做做种课的，所以课这即嘛嘛是差不多可会当每个月22K安尼啦。OK， 所以感觉是有真侪人会有兴趣的迄种心会去写当愈来愈侪，像讲来农村竟然就会当拄到遮的。农村是本来我就熟悉迄个观念啊，啊无嘛无要来，无嘛无要来，无因为较远啊啊。一般啊，若开这种课吼，就通常拢是有迄政府补助、啊，所以。迄、那个学生因会当用足俗的介绍来上课嘛？啊，那是像我家己班的啊，就变作讲，遮的成本就是爱反映一个学费，
啊，所以我的收费就会较贵。啊，不过因为这是朋熟悉这深交的迄个冠霖的原因啦，伊是朋友啊，因为这嘛真侪迄青年农民因咧创业啊，所以可能较无钱，所以我嘛是甲收，就是我外口收的钱的一半安尼，嘿。嗯啊，你感觉遮个人伫咧学诶，即种过程诶，学生仔诶感觉，互你感觉伫都会区教，迄敢有啥物无共款？嗯，其实差不多啦，拢真认真啦，因为咱即款课吼，就是较少，啊，所以吼、哦、学生来因学，因拢敢若较毋甘休困。是哦。哎呀，毋甘放尿。你是讲大家拢憋尿？我唔知伊是唔收禁尿。老师叫大家该尿尿要尿尿，不要憋尿。意思是讲无什么时间，真正呢叫你专心做这個。系啊，因为可能惊做袂了啊，因为伊来德维亚数量无够，伊就无法度做物件，所以伊就紧就是大家拢就认真咧做的。啊，而且做这嘛无轻松啦啊。可能你回去厝诶，就想要放轻松嘛，变怎做？系、啊、所以一般拢咧，大家聚集在一起安尼，这种学习较有热情诶感觉。系啊，因为你无可能当遐咧两眼发直啊，大家感觉你咧偷懒。我听冠霖讲，这个德港嘅竹编其实以前甲传统的农村是非常紧密的迄种生活结合的。这部分我想讲，敢会当听阿雅老师？嗯，我是较无参与，啊唔对，啊唔过就是像过去啊，阮阿公因迄个时代，因也是欠啥物物件，因会晓做，因佫家己做啊，佫有材料啊。因为像咱农村一般来讲，迄厝边啊拢有种一挂竹啊。看是刺竹还是长枝啊竹，啊因若是会晓做，因就会出来做啦。实际上嘛是过去是有人专门咧做这個，啊是足侪人专门咧做这個，嘿啊、嗯。为什么你会家己会这么有兴趣这个工作？因为这是咱算是咱台湾较在地的所在嘛，竹啊台湾足侪啊，因为我。刚开始是学迄刻茶啦，啊，刻茶伊的材料我感觉较无稳定，而且伊的材料可能有一寡是，可安怎讲，较无环保吧，嘛唔知是毋是迄山老鼠去找的，系啊，所以我个改学竹编啊，啊竹编学的少年嘛较少，所以我个想讲。我说这应该是有机会，因为我之前嘛是做设计，所以我感觉我若是有去家己重新去设计迄个课程，吼，去设计讲一寡产品是咱现代人较喜欢的，啊去教人做，我感觉应该是有机会啦，因为做的人够少啊，所以我个想讲会当做这啊，系啊。所以家己嘛做了真有成就感的部分是伫咧教育，还是讲真正你家己较属于爱做家己的作品？我感觉因为我是较喜欢甲人有就是互动，较喜欢接受人嘿。那我感觉像因安尼顶礼拜一工，一礼拜一工，因个真够算是袂歹，破甲袂歹啦。我感觉真好啊，就是我感觉这是互相影响的嘛。可能因的朋友来看到因在做这個，也是有兴趣啊。啊，因为咱这种产业就是你若无人做，你就是伊的迄产业链规个就是会没落。像即马迄找咱钓啊真济，毋过无人找，因为找的拢老伙仔，嘿啊。啊，所以你看啊，愈来愈侪少年的会做啊，咱可能就会当去给因集体订购啊，是吧？嘿，各位人开始重视这块，就是这个方面安尼啦，系、嗯、啊。我印象中哦，有当时啊，像讲来伫都会区生活来讲，迄、种大马路的转角呐，有一个空地，拢有人摆搭、啊，都有可能放一挂竹篓子的手工艺品。像一般唔捌这个工艺人来讲、来看这项物件，阮是敢会当直接就判断讲，哦，这是有人手编的，还是讲迄是某一种生产线的？要哪去支持这个工艺产品？应该是讲吼，咱
你若去看迄五金行，迄卖迄种真粗的，啊，迄足俗的，有无？十几块个就当卖着，迄拢是东南亚啊，是中国大陆因做的，嘿啊。不过伊嘛是手工做的，因为吼，咱干阿有迄种就是一片平面的迄种物件吼，平边的，迄有法度用机械做，就是譬如讲编啥物尺啊、竹啊、尺啊。超车啊，迄种诶，迄当用机械啊，做迄卡顶买当用机械。不过你若想要家己编做一个人啊，吼，迄就一定爱人工。啊，咱即摆台湾诶问题就是人工真贵，吼，所以你若讲像我即摆我少年诶，我要创业，吼，我要靠讲哦，我编一寡生活用品来卖钱，安尼你绝对会枵死。所以我阁惊即个路线就是讲我。尴尬啊，收学费安尼，吼、嗯、啊！另外一种就是你可能爱，就是纯粹就是创作，艺术的创作啊你一定爱去国外去展览，安尼才有机会。嘿，啊，你若干那做生活用品咧卖，迄是无法度。嘿，老师，我因好奇一下无吼，就是做这竹编的工艺，这种工课，迄种气质，你感觉有啥物特色？爱做这种工作的人，气质就是通常是比较有耐心啦，系啊，较袂那是迄种走 party 迄种人，可能是较无适合。无你看，你看你面头前这几位暗时有去走 party 哦，看袂出有因。你有人走 party 吗？老师讲会走 party 的，袂来做德工的，袂来做这個啦。啊，那是较。安尼讲啊，真歹听，个是较喜欢的人，可能嘛较袂做啦。就是拢爱可能买名牌啊，就重视伊个物质生活的人，可能嘛是较袂做这啦、嗯。因为做这人就是较介意自然的物件，嘿、嗯、啊。啊，我吼注意到大家手拢有戴胸，嘿，这戴胸的部分啊，正常的啊，嘿啊，嘿啊，嘿啊，你就做久你就袂挂掉了啊。你度过学生啊，这头去先生会去受伤的这个部分，伫深沟拄着这个小农的情形，算是较好一些，是较严重的。较好。我感觉应该较袂惊痛啦，因为做田的人应该是较袂就惊一苦啦。啊，那像我迄阵拄开始学的时阵，我是一天挂三空是正常的。啊，挂着个家己去膏药安尼，点点安尼就好啊，唔免怎么样啊，我受伤啊。对学生来讲，你感觉上大的考验是啥物？上大的考验就是吼，有人讲哦，写得啊有够疗愈的。不过你写到最后吼，你一届写两百字起来做物件，你就感觉无聊，你就感觉足烦的。哎，感觉足闲的。我家己本人有当时也安尼，我唔知别人会袂啊。嘿啊，老师，我要跟你题外话一件代志、哦，这就是吼，今仔日我想讲要、嗯。做一集，这部是要介绍咱伫遮教主编课真难得的这个课程之外，啊，先说即届的召集人冠霖啊，因为伊嘛是拄啊来遮学做餐一两年嘛，啊，少年囡仔，我就想讲吼，是毋是会当帮伊征婚一个点节目安尼？你先帮我征婚啦、啊，你来帮伊征婚。不如就两个人都无啦。OK， 我差胸这样，差胸这样啊，对对对。我老师好会打枪人呐、哦。老师，我不是打枪人呢，我几十岁呢。小意思啦。啊，不然来针对冠霖安尼，咱今麦来个出卖一下。虽然讲伊真少年啊，不过伊做代志吼真认真，啊伊。想代志吧，拢真详细，吼啊！拄开始，我是伫咧迄个抢救新庄老街迄个 Facebook， 吼，因为我要找咱阮新庄在地诶，迄文史工作者嘛，啊，我就伫遐爱就熟悉伊。我感觉伊这爱讲囡仔嘛，这少年诶啦，就是真热情啦。你若看伊写诶迄文章啊，其实伊拢是。算是迄深思熟虑的吼、哦、啊！我感觉可能嘛是因为伊是巨蟹座的吧，所以用就是算真细心安尼，系啊，真苛刻的啊！因为即马真少少年的像伊安尼，我感觉即侪少年拢擦擦掉啊，也毋知家己要做啥物代志，系啊。
擦擦掉一道。真这竹真厉害，我真哎，阮家遐是讲擦擦掉。哦，所以你是倒位的？你倒位的腔？我腔是算昆林，阮北港遐嘿。昆林。昆林北港是擦擦掉，我台中乌鸡的腔是擦擦掉。哦，是吼。啊，我唔知阮遐阁有迄啥，阮遐海口迄腔搁较重。嘿，拍网啊，伊拢讲拍网啊。嘿，因咧海口腔介重。好，那呢，咱来这个用老师的迄个气势来讲，就是介绍冠霖，这是一个袂擦擦掉的囡仔。嘿啦，少年呀，真可靠啦，嘿啦。希望伊爸会当维持落去，安尼坚持伊个梦想啦，嘿啦，嘿。安尼吼，啊，敢有感觉讲伊要交到朋友有希望？你感觉伊伫遮安尼即个生活，你感觉迄个希望指数偌悬？希望指数哦，我感觉足歹讲个，可能爱到30岁才会当，因为即马个人吼，我感觉若是迄价值观差伤侪，迄就足歹行社会。差不多过30岁了后，诶，人拢会较知影家己要爱啥物，系啊系啊，这是我的感觉啦，无一定啦，系啊。安尼，我要来甲冠霖讲，老师讲你最近5-6年拢要变想着对啊。无啦无啦，唔是安尼讲吧？你唔免讲表现甲讲哦，我就是要爱女朋友，安尼想花痴人会惊着，嘿，唔免安尼，伊应该嘛唔是一个花痴的人啦。啊！不过我真正有看过花痴的人，迄个就拍二车。你若是愈花痴，你愈找无。我感觉听老师讲台语是真享受的代志，谢谢阿雅老师。花痴台语嘛讲吼，花痴是花痴吗？不过花痴是三八消音哦，青菜里三八 B。老师很放得开，谢谢老师。感谢真有帅气，嘛真豪爽的美女老师阿雅，这么拼死推销德工艺，又搁这年娱乐冠霖。不过伊煞预言冠霖爱到30岁才娶有某，唉，唔知影别个同学会安怎讲。所以咱就来听天文社社长 Over， 伊又搁会讲出什么惊死人的话。社长，听说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不可以聊天，因为会割到手。可以啊，为什么不行？厉害哦！反正割到手，广播里面也看不到。哎、啊，不过刚刚有人说你其实是最没有受伤的人哎。对啊，你看冠霖的手。我拍了。打算要做出一件什么作品？我不知道哎。老师写了一个东西，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六角什么的。老师，我问伊讲想要做什么作品，伊讲唔知影呢。三角窗啊。三角窗。什么？不是啊，不是啊，六角窗。OK， 六角窗，六角窗，六角孔呐。咱底迄迄种高丽菜，迄种人啊有无？伊就是拢用六角窗编的。哦，底高丽菜唔着足大个，一个那人啊呢，人啊呢。只是咱无要编较大。啊，其实有无？我阁有一件代志是要问你，是讲吼。我记得这部哈，先说会帮冠霖征婚呐、啊。征婚，冠霖是喜欢女生的。我唔知啊，不，我先问伊本人好啊。他是要征男的。冠霖，我要直接要先说帮你征婚，你要你的征婚条件，你敢要讲一下？征婚条件，厝要有地啊。你讲一块空地种5丛菜，这种嘛是算地。那你不是啊，厝要有田啊，上无爱一家。你有什么条件呢、啊？怎么突然要征婚？我不是一直都想帮你做征婚，我今天只是假借来主编课的名义，啊、然后要录一集。直接要录一集了啊！对啊，这么突然。可主编也很重要啊。对啊。基于那个这一次这么捧场他主编课，你如果要帮他行销这个人，你会怎么讲这个人？胸毛浓密。你到底背着蚂蚁做了什么事？然后三角身，蛇腰。你好好肉欲哦，社长，我都不知道你是这样的人。接下来我不知道了。好，就是谢谢社长为我们那个解说的整个外形的概况，非常的具体精准。你凭什么说精准？你是用好，我只好为了这个节目要附上冠霖的写真集了，不好意思。哦，他喜欢瘦瘦长长，像台中仙石一样的吗？有点甜又不太甜，对，瘦瘦的。然后很好养，有点黑，抗到热病。对，
大概这种感觉的女生，女生吗？女生。好的，台中仙石又多了一个线索了，果然是混农村的，挑对象用的比喻也跟人家不一样。继续要来讲到，手伫咧下竹笛啊的时，耳孔盈盈，当然就罔听音乐啊。阿雅老师除了不三时放一挂真有气质的音乐，让学生啊专心下竹啊之外，有时竟然冒噪精的垃圾油声音传出来。哦，恁在听这垃圾油？啊，这是迄个呀、啊，乡村啊，这我知。一名住伫碧云山石头洞的太乙真仙，至尊老祖百步圣武场。伫今日到古明山甲古灵圣庙饮酒作乐，十分的逍遥。下晡时水茫茫的至尊老祖百步圣武场。阿豪，我知影你去迄个生态绿洲，甲种菜。对啊对啊嘿。啊，你家己种菜甲耍了，你家己的即马迄个产业无用的代志是啥物？即马我其实因为即马算休耕期间呐，所以嘛无啥咧种菜啊，因为都种一段时间拢咧落大雨。啊，大家也要种菜，啊，就落雨，啊，落雨，阮个田拢淹掉啊，啊，就想讲安尼无咯，等年底我开始自家拢提种芋啊，嘿，想要种芋啊，嗯，我想要种芋啊，啊，所以是真正感觉讲有一寡空闲，就来有一个啊，得工个，系啊系啊，是因为有闲，还是讲对主编的这个得工？应该讲嘛，拄好较有时间啦，哎呀，啊，这是讲拄好嘛是感觉最好耍个来耍看嘛。你一开始看到主编的这个课程，有啥物想法？因为就是因为家己想家己就是咧有想教你咧摆摊嘛，啊摆摊是阮拢会摕一挂迄，像我一开始我是用叉做迄个篮，啊就是讲用竹啊做感觉较水，啊就是讲来学看卖迄个。家己生活中会当用得着感觉，对，会感觉讲伊这你也讲学起来就讲会当变一挂较实用的物件，哎，啊阮就家己来家己来算安尼，嘿啊。啊，恁厝的人有家己看水无？阮厝的人哦，阮某拢讲青菜我啊，反正我就是平常时就是安尼，就是迄啊，要创啥就家己选出去创啥咧。因为一开始你敢无感觉讲做这德工的这种主编，会感觉讲是手爱真手巧，哎呀，做手巧迄对啊，哎呀，啊你真大张咧，对啊，所以我感觉今麦是对我一个很大的挑战。你有受伤无？我是无啦，啊哥，即摆阁无嘿。哦，安尼真厉害咧。无啊，因为。比较怕疼，所以比较小力這樣。原來是這樣喔。對啊，其實我們大部分都是農友嘛，我們大家熟悉的啊，對啊，我們就讓大家到你們來這裡趣味一下這樣。就是純粹趣味比較多啦。對對對對，純粹來學一些那個，對啊，好像就一邊學一些，好像在做的時候，讓純粹腦袋放空，對啊，稍微想這些晚上要煮什麼這樣。哦，是這樣喔。啊，想讲啊，毋是要要煮啥，要食啥呢？还阁捌想过啥物，幻想过啥物代志？伫挂地个时阵，还好咧，我嘛拢乌白想咧，我想一挂有诶无诶。像我即摆咧找厝嘛，啊，就想讲啊，我若找着一间我爱厝，啊，咧迄厝要安怎啊？对对啊，头前要安怎布置啊？对啊，嘿。你需要厝诶需求大概需要啥物型？无啦，因为我即摆算是有人睡厝嘛，啊对啊，因为啊即摆就讲，因为我来即边搬来遮嘛差不多。要三年啊，两年外要三年，啊，就是讲，这边的环境其实都是住足惯势的，啊，就是讲，想要有一间家己的厝。真恐怖！在你访问的过程中，就类似传出尖叫声、哀嚎声，就是下着手，其实是把地甲下转去。哎呀，这种情形常发生吼。哎，对，我因为大家拢是新手啊，嘿呀，啊，就咧想讲要家己一间厝，因为我是全家伙来嘛，对，啊，讲因为我厝里够有咧做面包。嘿，啊，所以就想讲啊，需要一个家己的空间，啊，放一挂家己想爱上的物件。哦，想要一个窑是无？要烤面包。哦，面包窑嘿嘛是一个我的理想嘿，即马话就想要去。哦，就想要紧来找店，我想要吃你烤的面包。工商服，我的面包现在在曼岛只卖所有。哦，真的？叫做什么？叫做什么名？没有，对我老婆名叫那个诚心烘焙屋。好好好，哎，我知，等下就去交关。哎，我即摆无话来，因为爱要补货。即小农拢安尼啦，都物件拢讲，其实无物件通互人买，互人买就对，无生意。谢谢阿豪，谢谢。哎，要帮冠霖征婚呐？哦，要征婚啊？系啦，要帮伊征婚呐？你要甲伊迄个推销几句啊？无？哎呀，冠霖是年轻有为，好少年啦。安尼尔，表示你甲伊真无熟哦。哎，我要讲啥？因为其实就是这次。
冠霖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对吧？啊，你其实一个人的好，你要跟他实际上接触之后，你才会看到他不一样的一面，对吧？对啊，我们有时候你朋友的相处跟情人间的相处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的另外一面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说，对不对？啊，不过如果阿豪，你是整家伙带来农村生活嘛？嗯，对。这样你看在农村已经在这生活的单身的男生来说，嗯，你感觉他有办法在这成家的那种几率，在你所了解的农村你会感觉困难吗？我感觉其实也还好呢，因为毕竟你会在农村代表你 的, 你 的, 想, 你的想法，好，哦，啊，够你对于生活的心态其实是算蛮雷同的，就是所谓的那个嘛，志同道合啊，嗯，对吧？所以你也在这边，你能吹到大部分都是诶，多甲你的想法是相是同款的，对无？像讲，阮是对都市来，也是讲像阮某伊的想法，可能甲阮在农村生活，可能就较无相像安尼，对吧？不过无呢，冠霖拢要找地主的查某囝呢。地主安尼较好啊，对啊。我也是有机会，我嘛就想要去找。喂，酋长的公主。阿豪嫂，阿豪嫂，我们在有当有滴很丢哦，我来处理一下家庭纠纷一下。谢谢阿豪。酋长的女儿是不是？啊，好，帮你注意啊，哦，哈。部落的公主之类的有没有？我感觉阿豪嫂那听到这段话，应该会把阿豪下好的竹篾啊，直接摕来做处罚的工具，叫阿豪的手伸出来，咻咻咻咻！阿豪，我救不了你了。要给我几位女同学还没发表意见哦。红化、雪清、慧君跟心瑜，咱今来听因的竹编课初体验。今天的第二堂课，我在看红化。红化也是蛮巧手的，然后很小心的，看起来手也没有，还没有受伤。用这样讲还没有，好像是不应该的。红化不会受伤，我要强调一下。红化，你讲台语啊，国语？我讲国语，台语无啥通。啊，好。欠训练。哈哈哈哈哈，落地了。啊，第二堂课为止，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削竹，把它削薄，其实也只有学到这里，都觉得每一个步骤都觉得很难。然后刚刚阿豪说削的时候，反正时间很多，会幻想，你会幻想什么？我是 还在思考说到底怎么样才不会切歪。哦，你只能够专注在竹子这件事。对对对对对，你的功力没有办法到那种可以分身想其他事情的时候。这样明显感觉出来，阿豪是已经有一个功力了，所以才可以幻想。没有，我是比较随便做而已啊。所以阿豪的那个竹子收获，我的要求比较不高。所以你那个量有赶上差不多的进度吗？如果说 不以那种整只来算，我想一半的我有很多。哦，一半的。对对对对，那种比较那个。那个长度较短的我有很多，我想应该够，可是老师要求的是整只，我没有那个量，所以还要再继续练习。所以他要那个教的作品叫做六角，六角空，可能你也存三角空哦。对啊，有就有可能。我有给一个同学在笑，这个同学，请问你在笑什么？六角空变三角空，加在不是三角空。好，讲这个笑亏是迄个慧君，对吧？对。好，啊，这个红花，为什么你会想要学德工的竹编来上这个竹编课？其实很喜欢手工艺品嘛，然后编织也是其中的一项。那用竹子编，其实我想第一个想法是我想要编那个在背上可以用。就是背在背上那个竹篓子，就是对对对对，上次那 overpole 的那个竹篓子，我说我也想要一个，所以就报名来参加。想要有一个量身打造的属于自己专用的竹篓子。对，是没错。对，那可能还要好几个月。好几个月，没有错。就以我这个每次就只有老师要求一半的长度来看的话，那个竹篓子我可能要花一段时间。没关系，就先做一个给小朋友背好了。我想是给老鼠背的，好像。你的志愿好小哦。谢谢红花。你有想要帮冠霖征婚吗？红花，你认识他多久了？
我其实不久哎、欸，大部分都还是以那个网络上面，就是 Facebook 知道的那个讯息比较多。不过就是哦，他有来过我们田里帮过一次嘛。但我相信哦，热爱土地的男孩绝对不会坏到哪里，或是差到哪里，一定嘿，一定是没去陪车，去跟人家摇头丸啊。这是阿阳老师的补充，非常感谢伊，拢是一针见血安尼。即马讲到的冠霖千万拢袂当做，因为伊以前可能有做。开玩笑，开玩笑。啊，搁有无黄花要补充？安尼尔吼，好，啊无你来讲预言好啊，你感觉伊当时会当找到对象？我相信今年年底应该有希望。哇！你拢比阿阳老师较仁慈。阿雅老师最残忍的，你看到时节目播出，大家就知影，伊的预言足恐怖的。好，阿青，阿青是这学生里面唯一的阿斗啊。不过伊的哦，糟糕，我要切换语言变成国语。为什么要学主编课？对手工艺有兴趣。以前有玩过什么手工艺的东西吗？有上过木工课，就做小木工做小餐具。有完成度吗？以前木工吗？有做叉子、汤匙、刀子。你目前为止手受伤了没？好像没有，有一点点割到，可是还没有流血。你有看到冠霖的吗？有好几个，真的。所以你觉得自己有没有做竹编的小天赋？没有。为什么哪里挫折那么大？就每个步骤都很难，而且我可能缺乏耐心。耐心很重要，老师刚刚也有讲，你的这一片竹子瘦肥不一，那个落差很大。对，我发现就是如果你一开始没有做到很精确的话，之后就很难，就没救。然后一开始做第一个步骤就还没有到很熟练，到最后才有一点点的掌握。可是你前面做的已经都做完了，竹子已经被你用掉差不多了。所以你对于自己八堂课之后会完成那个作品有多少信心？老师好像有信心，我目前没有，可是我相信老师可以带我们做完。他的六角空，你知道那个作品名称叫六角空。好，那你觉得会变几个角？不是啊，你听得懂哦。好，你预计你会有几个角？三个吧。好，我们预期看到雪清的完成作品三角空，不是三角口哦。谢谢雪清。不要笑雪清啦。是你在笑。哦，是我在笑，是不是？慧君，三角口的慧君，你是不是真够写得啊？无呢，第一届写。无嘛，我感觉你个性真稳定的这个技术啊，家己一个。礼拜手已经挂一空啊，所以搁再挂嘛，无要紧啊。一空是无？对。Oh my god！ 那当中有捞回出来不？用喷的，继续做。刚好课程快要结束了。然后回去看伤口的时候，大概应该有0.3-0.4公分的深度，可是很奇怪，不会痛。是不是喝了太多酒精？你是不是麻痹了自己？没有。后来发现应该是在表皮上面的伤口好像比较不会痛，所以隔几天又很勇敢的把第二根的回家功课把它做完。还有回家功课哦。有啊，因为上个礼拜大家进度大概只有割一根。你说上个礼拜8个小时的课只有削了一根竹子？对，是，对，没错。所以这个课程设计会空一个礼拜，就让伤口复原，可以继续削到手就对了。没错，我在想说这应该是老师设计课程的用意吧。用心良苦啊，阿雅老师。啊、你老师我的哩吼，你听了可能喷火。啊，你甲冠霖讲有熟？我甲伊无啥话熟呢。啊，不过伊若想要爱女朋友，我可能
尽量帮伊吹看麦啊。尽量哈，听起来真勉强。阿姨，我自我介绍一下啊，几年次啊，然后条件啊。既然安尼，我来帮你问好。啊，不是，我大概拢知影。我知影。伊今年因为拄拄只个资料大概着二六岁，伊要找地主的查某囝。阿咧有淡薄啊困难，好。是哦。你嘛无啥物熟悉地主的查某囝对无？无呢。啊，无地主的后生嘛会使的啦。伊是假吗？伊目前无啦，咱袂当安尼帮人出轨，无要阁消掉是不是？农村也是多元家庭啊。当然啦、啊，我也非常赞同。对。新宇是主编课内面听讲是较属于主亲的。主亲哦，唔是啦，上有上过而已啦。你家己对德工的特别有兴趣哈、啊？我对手工比较有兴趣，就是任何手工都还蛮有兴趣的。那在这边上手工艺课的感觉是什么？很有趣啊。有趣，有趣是大家都很菜鸟的那种学习的有趣，还是说、都有？还有环境啊，因为以前去外面上，它就是一个很自私的、很好的环境啊。然后你在那边学习，那什么工具、什么准备的都很齐全嘛，还有冷气吹这样。哇，真的、啊？对啊，所以这里就是在一个古厝，就是、很农村、很乡下的感觉。然后大家一起在那里。做着手工这样，感觉有回到很传统农村时代的，有那个 feel。所以你没有想象到说这次学主编课是一个这样的环境，是没有想到，对啦。自己对于这个作品创作的期待，还蛮期待的、啊，就是不知道编出来是什么样子，然后不知道过程会不会乱七八糟，对，然后也很小心，因为都拿刀子。对你还好吗？你的手？还好啊，非常小心。所以你看到有其他同学啊啊啊一直尖叫的时候，对啊，因为在劈竹的时候，你会刀子向着自己，我不小心啊，然后就要很小心，然后有时候就不敢太用力啦。有一种在修行的感觉吗？修行哦，也不会啊，就是觉得突然觉得拿刀子好像也不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这样子。感觉好像以前是不敢拿刀的，以前觉得哈这个要拿刀子，我觉得很危险，因为我们有在带小朋友，就觉得那个。很危险的事情不要做嘛，对啊，就是来这边学，然后发现这个厨艺都要动刀，动刀动枪，没有了，没有，没有到枪，动刀而已。对，还蛮期待自己作品的吧，完成的那个。期待啦，对啊，我觉得编的过程会很享受。享受着什么？享受的就是它一个乱七八糟的过程，到一个后面一个，突然看出一个有样子的样子，这样子。对对对。那同学们这些都跟你是熟悉的老朋友吗？也不算是，因为我们不住在这，我在三星，所以是比较遥远一点。所以第一次跟这边算深沟小农，您也种田吗？我们家也种田，对。哦，也种田。对，不过我们的田在三星啊。你是友善耕作？也算是友善，对，我们会搬来。宜兰这边也是因为跟就是听到那个赖清松的呼唤，他真的是呼唤了不少人啊。对，对，而后来也有来两百甲这边看过，所以我们有加我加入他们的族群嘛。对，所以有看到这个讯息。所以未来还有六堂课都是一整天的。会影响到家里的工作吧？影响哦，不会啦，就早点结束，早点回去接小孩。其他的还好。如果以一般上班族的妇女来讲，可能很难想象可以有一个礼拜播出一整天时间来学主编课、可能是要请假的，对，这比较困难。如果一般有在上班的人，可能很难这样的选择啊，除非在工作是比较弹性的。所以有感觉自己能够这样过生活的方式还蛮自豪的，会不会？就好像还蛮自在的。时间可以自己控制，这样。而且最后还可以有一个自己手工艺的作品，真的是一手从头到尾，从竹子削竹子开始，从无到有这样子。所以你跟冠霖也是这次才认识？也是，对啊，之前都在 FB 上面有看到，但是没有见过本人。对，那说说他见他第一印象好了，因为我今天顺便在帮他做征婚。第一印象，就觉得这个年轻人就是还不错啊，蛮主动积极的。以前我听过那种学生大学生来这里农村，然后就有老师就说，就
就问女生、嗯、那你们愿意嫁给农夫吗？应该是不愿意的。为什么？直觉？因为农村感觉比较辛苦啊，而且很乡下，然后你可能要帮忙种一些农作什么的，一般的年轻人没有兴趣的话应该不会想要这样做。对，所以我们今天听了几个朋友对于冠霖要征婚的这个想法，显然都过于乐观。过于乐观哦，也不一定啊，因为很多很多成员选择来这里也是喜欢这种生活，就是如果他有一个志同道合的那个伴的话，也是不错了。这是理想嘛，对不对？可是你刚刚的回答，我觉得是最准确，就是一般以跟他差不多适婚年龄的对象来讲，好像通常不会选择一个这个年代竟然是在农村种田，是这样吗？是，没错。而且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还要帮忙，然后那个生活环境也不是很优渥。对，你有小孩，是有女儿吗？有。那你会，如果你女儿今年适婚年龄，你会害怕她说要嫁给农夫吗？嗯，那要看她自己有没有准备好。如果她自己没准备好的话，她如果不适合，我是不建议啦。她的准备好是指什么？就是她愿意享受这种生活啊，然后她也愿意下去劳作。然后他不，生活上的享受就是可以平衡的话，我就觉得他自己的心态可以调试是 OK 的。但是如果他不是这种人，就不要做这种尝试，因为会很辛苦。那我们那个跳跃大一点好了，如果说有所谓适婚的话，在农村的适婚是不是应该也要一起种田种一阵子看看？哎，是啊，没错啊，是啊，是啊，就是要。你能够过这样的生活，姑且不管你能不能享受了，但是你愿意跟着他这样做的话，比较有，就是两个要同心啊。如果你没办法同心，这个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欸，可是馨宇，你就是跟你老公同心，所以来这里务农，对不对？你这样讲问到重点。我并没有那么同心，但是他愿意，他选择这样的工作，所以我才说你刚刚的问题，就是会有，就是女方心里会有很大的纠结点在这里，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很能够接受这样的生活，所以你自己也还有不能接受的部分，就是我觉得这边现在的生活是很自在、自由自在，但是。对于农村这方面的，就是农耕跟劳作，我本身并没有那么的有兴趣，对。但是已经来到这个环境了，然后也只能慢慢的适应这样子。那我真的很好奇，还想多问，就你怎么会答应你老公来的？怎么说呢？因为他已经做这个决定啦，所以没跟你商量就做这个决定。是有提啦，但是他主要做大部分的决定，因为他可能也考量了很多他自己那个生涯上的规划，对，那加上家里也是务农，那所有的长辈都还蛮支持他做这个决定的，所以我们就只能嫁鸡随鸡。很标准的这个成语用在这里很适合。是啊，不然嫁鸡。所以如果将心比心，会拿出女儿来，然后女儿也遇到一个对务农热情的对象的时候，那个时候还适合用嫁鸡随鸡来劝她吗？那个时候不会，因为她如果还没有踏入的话，我觉得她要搞清楚自己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生活，然后对方愿不愿意就是跟她做好好的沟通，如果他们可以协调的还不错的话倒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如果之前没有做这方面的协调，可能就很难这样子生活下去，会有很大的冲突啦，就是你的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单纯，越来越回到就是原来的那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自给自足这四个字就是吸引很多人想要做这个决定的原因了。是啊，可是自给自足的内容很少啊。馨宇，你好诚实，好高兴遇到一个这么诚实的人，一直在讲实话，一直在讲内心的话，然后感觉上对，就戳破一些人对于农村美好的想象，这样。对啊，如果说像两百甲这样，他们自给自足，还可以互相交换，那当然就会丰富一点啊。
但是如果你是自己来这边，然后就是很孤独的自给自足，那你的内容不会丰富啊，你是不是还是有一些是外买嘛，外购嘛，那你那个金钱来源就是会比较需求会比较多一点，对不对？对啊，所以应该是跟社群可以多一些交流连结，会是帮助自己更适应农村生活这样。会比较快适应，对，会比较能够适应这边的生活。但是如果是就是一般的，除非你老家还在这边啊，你是这边人，那当然回到农村生活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是你是一个像我们这样一个外移民过来，那等于就是没有亲戚没有朋友，就是孤独的一家人来到这里做孤独的农村生活，当然也没那么惨啦，你还是慢慢会认识一些人啊。心语太可爱了，我想有机会我应该是直接再到你家看看你们。应该访问一下我老公是不是？对对。这个人为什么做这么奇怪的决定？对，你也想知道是不是？你是很了解的啦，不过倒是可以听听看，过来一两年吗？应该算一年多了吧。对，这一年多其实心情啊，什么跟就是夫妻之间啊，亲子之间应该也又有很多变化了这样。是啊，这个表情很有戏。好，有戏，我拍下来给大家看。要这样子吗？谢谢心语，不要透露太多我们的秘密。谢谢。好吧，今天的假征婚真竹编的任务算是成功了，因为大家都大方的说出内心话。节目最后说好了要播深沟新闻，当然要继续走现场直播毫无准备的方式。播报员就是很久没有交深沟新闻稿的田文社社长。深沟报一下，哪有这样子突然 cue 人家的？这样你就这样尊重新闻专业？你有这个东西吗？有啊，屁嘞！明天林权要来深沟哦，明天林权要来深沟，来看第一次种菜就失败。我想林权种的苗应该也不会太。你可以讲完整一点吗？你是说行政院长林权10月26号到深沟村拜访第一次种菜就失败的蔡富显会？不是啦，是要去看深沟国小的食农教育。但是冲前县长将会跟前农业处长同台。有，大家都准备看好戏。有，应该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啦。明天要去挖莲藕。挖莲藕，又到了挖莲藕季节啊。对，这次要挖谁的莲藕？也是青松大哥家的、啊。你是包下他们挖莲藕的工程，是不是？他们家挖莲藕所，所以你就赚取人力，负责把它挖出来而已。赚工钱？赚工钱，打工。多少钱？不知道哎、欸，我都写在他们家的门上面，是，然后他们再算钱给我，所以我不知道死薪多少。哦，你说你挖了多少几条莲藕写在他们家门上面、就是、花掉的时间一个小时啊两个小时啊就写在门上，所以写在饼这件事情真的会发生就对了。这句你听有吗？听无，那我好好读台语课啦。深沟大头条开始有独立媒体赖清松先生的自己的 FB 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吓坏了很多小农朋友。大家最近不要怀疑，如果清松大哥传讯息给你的话，那是他本人没有错。你觉得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这么疯狂的迷恋上 FB？ 应该就是那个分享的功能吧。这么健康的理由？对啊，不像你会说出来的话。清松大哥很喜欢，就是分享一些资讯给他觉得可能还蛮适合这个资讯的人。这个话里面完全闻不出贱味，完全不像是你会说的话。因为我很非常的尊敬轻松大哥。算了。以上新闻完全不向本人纠正过，请大家凊彩听听的就好。我是冠霖，我184公分，哇，我72公斤。我今年25岁，我今年来宜兰第二年。好的，然后来种田。对，我是来种田的。透过这个节目，希望有真的有心想要来农村的，是不是可以跟你联络这样？你自己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好，都是被我强迫的啊。好。今天这部听完，若是有想要报名征婚的，欢迎卡这支电话：0800
3005000，谁理你，我理你。感谢你的收听，下礼拜我爱深沟再会。本节目没有固定形式，没有固定来宾，但是每周六中午12点固定播出。网络收听品质有好有坏，收听时请详阅操作说明书。